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nter， 欢迎收看 Enterbox 的 Computex 2019特别节目。去年 Take-Q 在 Computex 2018世贸一馆有摊位，今年他们则是选择在自己的总公司举办。而由于我们在展览期间有大量备份、传输档案的需求，还有现场的插座有限，但我们很多设备都需要充电。Take-Q 在知道我们有这些需求后，提供给我们一颗583 Superfast。和多孔铝充万用充，对我们的帮助真的非常大，让今年的采访非常顺利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 Take-Q 的介绍吧。很高兴 Interbox 可以来我们 Take-Q 参观。那目前我们主要推售的产品就是3643 SSDY 结合，还有其他方面的，例如说Lightning 的读卡机，还有铝充跟万用充。那还有一个比较刚推出的583 Type-C SSDY 结合，这也是我们目前热销的产品。那我现在正在介绍的就是我们的 Thunderbolt 3 SSDY 结合，它的速度非常快。那有多快呢？我就跑一次给你们大家看。它的写会在于1800多 M， 那读呢应该大概在2300到2400左右。那这是搭配我们的 SSD， 但如果你换上了其他 SSD， 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，或者是更快。那目前主要推出两款，一款就是全铝 CNC 铝制的外接盒，有分太空灰跟银色。那还有一个小一点的，主要就是在于它可以给任何人方便换 SSD。 另外一种新的造型的 Lightning 的读卡机，它可以搭配任何的记忆卡，那容量最高可以支援到 256G。 那还有就是说行动铝充，它可以使用在于任何的笔电。我现在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多孔五孔的那个行动充电的。那目前这一款的话的它的优点就是说，它可以同时充五个电子产品。那最高的是 PD 35瓦的 Type C QC 3.0， 它可以充一般13寸以下的笔电，还有一些平板。那再来就是有 2.4A 三孔，加起来总共 18A 的充电。那还有一个 QC 3.0 的15瓦单孔15瓦，那这些加起来总共就是63瓦的总电压输出。那另外一款就是我们的万用充，那主要是它可以支援商务人士他们45瓦笔电的充电，那一般15寸以上的几乎都可以通用，例如 iPad Pro 15寸。那再来就是一个 2.4A 的单孔，可以让你充平板跟手机，那很适合出国商务人士出国轻便，然后还有可以支援150个国家的充电座。那主要再来就是说，这个多孔的话，其实它可以同时可以充5台手机，让你可以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可以不会没有电。至于外接盒部分的话，我个人是推荐一般消费者使用583系列的 SSD， 那是因为它的读写可以最高到1000 M 左右，那已经很适合学生、一般上班族使用。那比较进阶的部分的话，我个人是推荐 Thunderbolt 3 SSD 外接盒，因为它的最高读写速度已经可以到达1800 M 以上的写，跟2400 M 以上的读，那非常适合影片剪接、转档还有录影的使用者。至于 Thunderbolt 3的部分的话，因为它受于速度上的限制，目前只支援在有 Thunderbolt 3的笔电跟电脑，速度可以到达1800 M 以上的写跟2400 M 以上的读，那这个已经算是目前市面上最快速度的外接盒了，非常适合影片剪接的记者、摄影师，还有一些影片专编辑的人员、专业的编辑人员，再来就是一些医疗器材使用的一些专业人士。一般100 GB 来说的话，应该不会超过2分钟。如果速度够稳定的话，在那个环境下，因为我们的外壳是全部都是 CNC 铝壳切割而成的，所以它的散热非常的良好。那跟市面上一般外面的
那个铝壳是完全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它的铝质量够多够重，那所以它散热非常的平均，那也不会比较容易积热。我们这个有通过 Intel 跟 Mac 的认证，那你可以在他们的官网上看到我们的相关的资讯。目前国外是在亚马逊上面，那我们也欢迎其他厂商来跟我们接洽，我们非常的愿意跟其他的客人通路上做配合。台湾的话，目前有雅虎，还有 PC Home， 还有 Momo， 还有其他的平台，那你可以搜寻我们关键字 TEKQ， 就应该可以找到我们的相关产品了。至于 Thunderbolt 3 SSD 的话，我们是保固三年，那583的话也是保固三年，那外接壳部分的话583我们是保固一年。我们583 SSD 外接壳适用于 PCIe M.2的 NVMe SSD， 容量最高可以到达 2TB， 而目前有太空灰跟银色。有 SSD 部分，如果是用搭配我们的 SSD 是三年保固，那如果是只单买外接盒的话只有一年保固。583速度的话，只要你 SSD 够快的话，可以到达 1000MB 的写跟 1000MB 的读，那这是目前 Type-C 市面上最快的速度等级。 U-Drive 系列的话，目前有三款，这型号是 mini 款式，那 Suivo 还有 Twister 还有一个 Cable， 那每一种都是搭配 microSD， 最高容量可以到达 256GB。 有线的这一块的话，是可以一边充电一边传输资料，这个是非常方便，大家可以备份使用。那再来这一个的话，它是有支援头 USB 头，有支援 micro USB， 可以同时可以使用 USB 3.0 还有 Micro USB 界面的笔电跟手机。那 iPad mini 的话，因为它够小巧，我们有搭配五种不同的颜色。 Suivo 的话，它是支援到 USB 3.1， 那所有 Lightning 部分的手机都可以使用， iPhone 手机都可以使用。它可以换记忆卡。 U-Drive 的话，它的优点就是它可以换 Micro SD 卡，只要是Micro SD 卡的记忆卡都可以使用。我们的全系列都有通过 iPhone Apple 的官方认证，那可以去他们的官网去搜寻 MFI 认证的网站，这个需要搭配我们的 App 去使用，那只要你一插上你的 iPhone， 它就会自动的请你自己安装，那你就可以开始使用我们的产品了。每一个产品我们都保固一年。